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玩《风云之天下会》啦。那我们之三集风解救云在云窟囚禁之后，我们来到这边的一个剧情。小乔不知道怎么回家，呜呜呜，随你。小妹妹，你家住哪？乾坤庄。这应该算是支线剧情吧。好，不管。娘，娘，醒醒啊！呼呼呼呼！燕婷姐，燕婷姐，你为什么哭了？娘怎么了？为什么娘摔在地上？伤口细长，深可见骨。不像一般中原兵器所为，这军器是燕姑娘，对方是谁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马上回来时，只见一群黑衣人夺门而出，这个家就燕婷。莫非你可认得这封信啊？是义父的笔迹。他人呢？已死。我从小无依无靠，三餐不得温饱，是义父收留我，待我犹如亲生女儿，让我衣食免于匮乏。如今人事已非，叫我如何去面对？面对这一切，我想，义父或许是因天干地邪之命而染上杀身之祸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在义父任职于黑山寨的铁匠时，曾有一次与不明人士发生激烈争执，这是我恰巧听到的。不久天下会剿灭黑山寨，我们一家趁乱之际逃了出来，住在乾坤庄内，数年来相安无事。怎知是否也有相关线索？天刚将临，地末邪生，双绝诺现，意欲争辉，干将莫邪，我也不清楚。不过或许义父交给我这把钥匙有关联吧。义父将此事如生命，定有含义存在。献祭已亡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处，只求两位少侠能成全小女子复仇的心愿。云师兄，黑山寨离天下会不远，我们就顺道过去看看如何？走，我绝饶不了这群畜生。好了，哼，那我们就快转就好了。好，快转。好，我们走到黑山寨的山洞里面了。是你，蝙蝠？哎，这不是当初灭霍霍家人的其中一个吗？没有死啊。找了多年，总算被我找到了。当年霍家庄因你自首而毁于一旦。今日要用你的命啊，平掉义父在天之灵。嘿，没料到事隔多年，除了雄霸之外，还有人记得那档令我难忘的回忆。没错，我是杀了霍家一家大小，但这又如何？要不是当年任务失败，我也就不会遭到雄霸追杀而落得功力尽失、向人乞讨的命运。不过老天似乎还未遗弃我蝙蝠，让我苟延残喘至今。只要还活得下去，我就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亲眼看着天下会垮台，让那些跟我有仇的人死无全尸。哈哈哈哈！阿吉面，神兵现世于自乐之地，莫非是紫衣云窟？我靠，这样你也听得到啊，令风。去吧。哦，所以我们等下应该去凌云窟。这批人莫非就是善于暗杀传说中的暗杀集团？东影忍者，莫非就是你杀了燕婷一家？没错，不愧是神风堂堂主。我就坦白地告诉你吧，经过我多年调查，只要有了干将莫邪的神力，一统天下何难之有？不愿配合我的下场，就只有死。再过不久，我主风月雷藏必会踏平天下会，横扫武林，到时候我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者了。您等着瞧吧。动物园走狗，你真以为那群东影贼寇会要一个废物狗？哼，说个雷容易，
你不也是穷爸那匹夫所养的三条狗之一？给我住口！住口！我有说错吗？难道你不是穷爸的狗？哈哈哈哈！蝙蝠，我拿你的头来血祭霍布天！慢着，虽然我主还未下令击杀风雨，但凡是阻碍任务执行者，一律杀无赦。就让我风煞来为你们领入黄泉。临兵斗者皆列阵在前。人法，看你们如何拜我虚无幻身术，受死吧！喂，我血怎么没有？应该被剑圣打败，忘记补血了。你看逆风，惊鸿一瞥。全体招式。帅。排山倒海，然后神风怒号。路好路哦。嘿嘿，不愧是风韵，但是被我主公盯上的人从来没一个有活命，你们就等死吧。走，风韵雷杖，究竟是何风人物？看来得小心为妙。我方才以冰心诀听见的传闻，似乎与凝固有关。我看我们必须趁早动身前往，否则若有什么闪失的话，真不堪设想。好，这把去凝固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快转，快转。好，我们到凝固了。哇，虎麒麟！啊，虎麒麟，你师兄，这就是当年杀害武帝的凶手。没错，当年在我心中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，就是这家伙。没料到他还再次出现在我眼前。哼，今日我要将这段木念彻底铲除。风暴雨，打那么痛啊！逆风不简单，长大都变成这样，变这么强。好，再有那个风卷残雨。帅哦！不用攻击打，那蛮痛的。哇，在吐火，好痛哦！弹吗？哇，痛好痛哦！青灵人参痛，青灵人参，然后看一下步军，烈风的普通攻击长什么样子？普通攻击60滴。神风怒号，2000呢？
下，再给他补一次灵芝。是啊，他已经快死了，我有感觉他快死了。哦，你死了死了死了！封神什么？他拿什么封神纸？封神纸。封神戒了，然后这个戒指啊是要存在某个，就是丢到某个金鼎，就好像是这个。哎，它可以移动，哎，听说移动不知道移什么东西会拿到宝物了，可是那些宝物我记得没有很好。印象中，所以就算很好，我就用修改器修改回来就好了。哎，我的干将，哦，所以传说的双绝之一，此剑似乎蕴藏的神力，攻击681，哇，一次加很多滴。那另外把这给烈风好了 ，OK。好，应该这样就差不多要回天下会了吧。好，那喜欢我们频道，这集到这边结束。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影片的左下方的图案跟小框框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我粉丝按的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